啊，今日来咱的在寺庙的三甲这个所在200万，我才多少问咱的诸位，一共240年，是咱的玄天上帝来庇佑咱的三甲，让咱的三甲会使一路发展，运传统影响现代。我要甲大家报告，咱政府在推动建设的时阵，尤其是这届咱的前山建设计划，一定有把咱的新北市算在内。咱的用特别预算，啊，够咱的年度预算，和咱的新北市的进步够较紧。所以台湾在进步，新北不会缺席。在前瞻计划的城乡建设来对，咱有框列一笔预算，就是来改善咱台湾各地咱的停车场的新北的三阴线。那么会用咱的前瞻建设计划，咱来大力支持。那么要投入超过150亿的特别预算，包括咱现在咱的水口的保育、海水的改善。对水环境的建设，拢是为了咱的新北市，咱的发展。所以，这个规个咱的前瞻建设计划内底，有足多足多为咱的新北市的设想。而且，我要搁再感谢咱所有的乡亲的支持甲收听。台湾的进步需要大家同心做伙来打拼。